这可以当按摩的。底特律 Smash 按摩法。よし。那老师们又来剁手手了。固定的开箱时间，这次比较特别，是说我是上次不是有接一个东京夹娃娃的吗？因为我还有剩下一些点数，我把那些点数全部拿去夹娃娃，就是手痒想要玩。然后今天比较特别，有两箱箱子，一个呢是东京夹娃娃的，另外一箱呢是我自己大概去年10月、11月那时候就预购的 Olu Model 的 2D 配色的精品，因为那只 2D 配色实在是太帅了，忍不住就。然后主要呢也是因为我之前呢有买过这只欧舒，想要把它拿来跟它做一个比较，看看说 2D 配色会不会比较好，所以现在先来开东京夹娃娃的箱子。就算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啊，但是它还是有在营运，它的物流没有被受到影响，我下定之后它隔个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后就马上来了。一打开出现一个很可爱的画面，打开就有一只梦幻在对着我笑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只一点，它虽然说是35公分，但是我以为它会更大，很可爱哟，梦幻已久的梦幻。然后还有这两只，就是安德瓦的精品，这只是 Saber 的粘土人。我上次有去日本拍一个 vlog 啊，就是在涩谷的宝可梦商店里面，也是有看到一只大只的梦幻，有两种啦，一个是有毛，一个是没有毛的。带回台湾的话好像有点不太方便了，因为行李箱已经爆了，那时候只有带这个小只的，不过现在我终于把它带回家了。大梦幻跟小梦幻有没有很疗愈？然后先开 Saber 好了，我觉得黑色造型的 Saber 真的很帅。男士们，你们应该比较喜欢这种脸吧，害羞又傲娇的脸，有种游泳圈的味道，瘦咖啡。不， Saber 是香的，怎么会有瘦咖啡呢？没有刘海 Saber 好像什么英国皇室的贵族，换这个害羞脸上去可爱耶。它有两种，一个是手上拿着汉堡害羞的表情，一个是拿着剑，不然就拿着汉堡的好了。害羞的嘞，吃个汉堡，看什么看？哈，这个底座啊，比较塑胶感哎，因为它不是透明的。之前像这种的底座啊，它都是透明的，我觉得透明的好像比较好看，但是这个的话，它就是一般的塑料的感觉。哪一只比较可爱？我觉得应该是这只。再来换安德瓦。安德瓦的，看照片是蛮好看的啦，实际上长什么样子呢？好像跟照片上面有差呢。他这个身上的火焰呢、啊，有满满的塑料感，服装也不是说到很完美，有些地方涂的还蛮随便的。不过至少他的脸是 OK 的啦，没有歪掉，还是因为他的脸都被火焰围绕。我觉得同系列的轰啊，真的蛮歪的。所以相较之下的话，安德瓦这只算帅的。鞋子这边啊，有点差强人意。它的侧背包也没什么细节，就是一个灰色袋子而已。但这个部分还做得还不错。嗯，那穿那些紧身裤真的都很性感哎。有发现他的屁股是紧身裤的吗？我觉得啊，他应该是穿紧身裤很热嘛，然后加上他又是火属性的，所以我觉得他的屁股应该很多汗，夏天的时候一定很容易屁股湿内裤。不对，穿紧身裤还会穿内裤吗？你看这只欧叔，他就没有湿内裤。哦，好痛哦！下次我考虑买那个人家在剥榴莲的那种手套，但这样压实在太痛了，跟之前的欧叔站在一起。嗯，差不多高。那既然安德瓦都开完了，那就换最后一个压轴登场，我们的2D版本的欧叔。
它原来这么大，我以为像这个 size 一样，哎，没想到这么大。哎，那这样买这只蛮划算的啊，因为我记得它不贵，好像1000多少，忘记了。但是打开的时候放一段配乐吧。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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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帅耶！啊，他有付发票啦，1140块，真的很划算哎。欸，我那时候没有看比例，我那时候真的以为他的比例就是这个大小而已。哦，好爽啊！有分量哎，我记得这个好像是海外限定的配色哎，下面有一个红色的，可以让它站稳。目前看来的话呢，涂装也是不怎么精致，但是2D 配色真的帅很多哎。这个才是欧苏啊！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两个摆在一起比较的话，就可以看出那个差异了。哦，并不是因为大只，但是我觉得它的配色真的把它的霸气感真的做出来。欧苏的画风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啊。这个的话有办法放到后面吗？欸，可以耶，这一只比我预想中的还要超直，2D 版本线条感超级明显的。我说的涂装啊，有很多就是像这种地方，或是像它的脚这边啊，都没有涂得很好，会脏脏的。屁股，性感的美尻。安德瓦是要超越 number one 的男人，但是安德瓦要超越他，好像有点难哦。超好看的耶，这只应该会被我打入冷宫。今天最开心的就是拿到大只的梦幻，还有欧苏。那今天开箱就这样。地方宅女良心制作，绝不脱稿，需要您的关心。欧苏居然跟梦幻快差不多高嘞！记得开启小铃铛，到粉丝团按赞跟追踪 IG， 下次见。拜。这么大只，有办法做绿谷摇吗？